端午节、五日节、肉粽节。在台湾，肉粽有南部粽、北部粽两款，你感觉哪一款较好吃？端午节是正式的名称，因为刚好是农历五月五日，所以台湾人习惯说五日节。既然是吃肉粽，所以说肉粽节更直接咯。北部粽比较类似油饭炒过后用蒸熟的，南部粽掺花生水煮，各有所好。爱食多一款，随在人。